Hello everyone, my name is Chen Lin. I am a young farmer in Taiwan. So this is my farm. Welcome to visit. 对于今年36岁的林赞玉来说，透过有机耕种方式来保护安全水源的栽种，一直是他努力的方向。也因为他的坚持，让朝夕相处的农场增添了活力。因为那个时候从国外离职，就是回来台湾，因为母亲生病嘛，刚好就是因为我妈母亲刚好有得一些疾病，然后就是回来，然后一时之间要找能够顾家庭又能够比较自由时间的工作比较少啊，所以刚好家里又有田，所以就变成是说回来就是从事农业这一块这样子。最艰辛的路程哦，第一个找不到工人啊，然后再来就是想要量产化的时候，通路也不方便找到，就是不好找。一开始的时候找通路跟找人来种是非常困难的，对。然后后面是慢慢摸索找一些特定的通路，因为青农回来从事农业的时候，其实固定的我们所谓的市场的菜种，就是大市的菜种，就比如说高丽菜、青江菜那种比较普通的菜种，这个在台湾来讲是已经是大部分的人都在栽种了。所以你新从事这个农业的时候，你在从事蔬菜叶菜类的时候，你可能就比较不容易找到一个固定的通路去配合。尤其是我在国外待比较久，回来其实基本上很多人脉都已经没有了，那边重新打起，所以我就只能选择种一些比较特殊的作物，然后找比较特殊的通路。毕业于屏东科技大学的林瞻义，曾经在印尼及澳洲游学4年，在忙碌的工作中，始终没有忘情于农业知识的探索。有一家有机商店自己去访问，然后也有就是可能自己去市场展售，那就碰到一些贵人，就是说我可能要你的蔬菜啊，然后再来就是会碰到一些网络上一些写一些文章的时候，有些人看到你有这些特殊的东西，就是一点点的慢慢通路自己的慢慢建立这样子。那我是我阿公那一代，就祖父那一代开始做的啊，他们中间就我爸没有做啊，中间就有落差，可是因为家里又没有人去做这一块啊，所以就只好因为我刚好是念农业的，对，所以就刚好回来就是衔接，就直接就是利用原有的设备跟已经有的这些东西。就是因为回来之后其实都在田里面啊，也没有办法去常常去跑市场，像最近是比较常跑市场，以前刚回来的时候是基本上因为朋友都已经没有什么朋友了啊，剩下的朋友就是在农场里面的朋友，对就农友啊，就是跟他们影响，他们就是互相交流，就是说怎么栽种啊，然后怎么样种什么东西啊，那啊他们就是觉得这个市场很有潜力啊，就开始就是觉得淘汰了就越做就是认真下去就是没办法回头。在国外来说，小型的农场它其实就是各式各样的产品都有，对，反而是所谓的专业农，就是很专业的大农，在国外的专业农，比如说它是做 carrot 就是萝卜，或者是说甜菜根，或者是莴苣或蔬菜，或者是水稻、小麦、大米、玉米 whatever， 就是他们就是只有单一种只单样产品的东西，他们称作大农，就是专业农，只栽种一样东西。可是在国外的小农来讲，它其实是很大，他们的小农对我们台湾来讲是大农，他们的小农其实就是有养鸡，那也有养鱼养猪啊，然后就是都养不多，但是都有一些一些，因为他们土地范围面积大，所以它的量贩比就放很大。其实会这样做，其实之前看了我一部网络的影片也很有感触，在做有机的方面，如果你做单一化的时候容易被市场取代。今天我假设我都专做高丽菜好了，那就像高丽菜大跌的时候，那我就会饿肚子。那我如果产品多样化的时候，今天高丽菜不好，我有鸡蛋；啊，今天稻米不好，我有玉米；啊，今天大豆不好的时候，我有虾子，或者是我有什么东西，就是可取代性比较大，应变能力比较强，而不会就常常就是说，哪个市场不好，啊，我就可能就没有饭吃。因为我弟本身在南部养鱼养虾，那因为很多客人都说。你在我要下去南部比较不方便，
那你 是北部可以放一个给他看说，哎，我们是怎么饲养的过程。那因为我们之前我会回来从农，一方面一开始是帮我弟在做水产的业务，对，后来就是因为可以做业务，一方面就是农场可以经营，对，所以我这个才是我的本职。也因为他的勤奋与远瞻的视野，回到了台湾之后，在大溪中庄地区这块土地上默默耕耘着自己的香草人生。